老板，你好，您要什么？我要五串牛肉，五串羊肉，还有五串鸡肉。好嘞，你还要别的吗？再来半斤龙虾吧。好的，您要不要辣椒？要，我要很多辣椒。没问题。对了，老板，我还要一瓶啤酒。行，您先坐吧，马上就好。谢谢老板。